约伯记第四章一节，提万人以利法回答讲：人若想要教你讲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是什么人会约束无讲啊？你捌教是真多的人，佮经过软弱的手，你的话会辅助迄个将要跌倒的人。你佮予软弱的脚头有勇行，总是现在何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卡着你，你就惊吓。那则你的瓦壳，敢是在地你会敬畏神吗？你的愿望，敢是在地你行事顺转吗？请你想看，无罪的人有甚物人灭无？正直的人伫甚物所在受监督？八则照我所看，用罪过正直，用恶毒做政治来压的，拢照安尼受刑，神崩溃，因就灭无。心大生气，因就消灭。十节，狮的嚎叫，甲猛狮的声音，尽拢煞。狮仔吞的喙齿也拢拍断。老的狮因为无通食就死，母的狮的囝也拢死散。十二节，我暗中得到的密事，我耳腔也听起细细的声音。对面是异乡的思想。世间人困难面的事，惊吓尿尿喘，临到我，予我的百骨苦苦掉。十五节，有灵对我面前经过，我身躯的门管颤起来，迄、那个灵停地，我却未当辨明形状。有伤伫我目睭前，我伫静默中听起有声音讲：会死的人，敢会比神公义吗？人敢会比创造伊的主清气吗？十八节，主无信用伊的信仆，也嫌伊的使者做愚公，何况遐徛起伫土处，根基伫土粉，互旧堂所毁坏的人呢？对早起到下昏就拄着毁灭，永远无去，无人看伊，伊破病的说，敢无对中央背出来呢？伊会死。可是无智慧来死。